接下来登场的是曲直博。这是一个燕式的跳接燕式转，嗯，因为在那个男子自由滑动作的三个转中，有一个是跳进的或跳接转，嗯。2.03周，嗯，它跳跃质量还是很高的。是。菲利普2周。在前半段没有做更高难度的跳跃，嗯、但是在他已经完成的跳跃动作中，质量还是很高的。是的。嗯。周还双足落了，不应该，嗯、不跳3周2周就好好落就可以了。嗯，这后半段出现什么问题了？还是体能，嗯，下降了。我觉得他起跳之前很犹豫，是不坚决。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，嗯、这套节目哈。曲直博的得分是88.41分。